最难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再讲一次哦。第一小节的第一小节还好，是这边这个发要靠墙壁，不深哦。然后一二三四，为什么要数一二三？是因为以八分音符，我会以八分音符为一个小单位，所以一二三四。然后这个它谱上写的那个记号就是要扣在一起，是降西。一二三四，然后这边一二三四，我以为以八分音符当一拍，所以。一二三四，所以要注意那个一二三四，所以这个手节奏感要练一下。发西拉的时候，按的时候拉不要拔起来。一二三四这样。然后这个咪那个 re 非常的短，所以它是一又四分之三拍。一二三，发扣墙壁哦。半拍，好，这个一拍半呢，它是分工的一拍半，所以我在讲第二行最后一个小节，所以它分工的时候不要拉太长，不要这样子，这样子太难拉了，所以半工就好了，这样子就好了，一样半工，二三四，然后我会念一二三四，一二三。三。